来，One, two, three，妹妹频道，OK，，Breeze。可以啊，有在，我这里。我是大妹，我是小妹。这里看有两个路口，一个是 Hilton 的，一个是 Lee Melinden 的。我们是住 Hilton 的，所以走这个路口进哦。对，我们进大区的时候呢，就会看到有一个 security 在那边，确保你们大家都有 follow SOP， 有戴 mask， 有 scan 那个 mask etc， 然后你们的体温是 OK 才能进去。就这样，我们就走进去 check in 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那你可以。像你们在那个影片里面所看到的 Hilton 那边是很多人，因为全部的人都是来住地 Malaysia。 对，在 check-in 之前呢，他会给我们 form 填，来确保我们没有出国还有接触那个 COVID-19 的人，所以呢他要必须我们必须要填 form， 然后在那边等，然后等他叫我们的名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check-in 了。对，小妹等了几久？4:40，马丁差不多早了要40分钟，然后40分钟又上来又再要等，从4:50开始等到现在7点，哎不，等到现在5:20。35分钟，在要等着 check in， 还在要等。你看我在排队，然后再有 parking 要40。Okay, thank you. All right.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妹妹频道。这间是 Hilton KL Central 的 KL 的哈，这是五粒星的咯。现在我开始介绍那个 Hotel Room Tour， OK？ 这里你一进来呢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它的 view 后面是这样的。你一门一进来的时候，然后水你会开这边。然后这里是进去是厕所 ，OK， so 厕所它有分四分干的，干的是这里可以有 multifunction 的马桶，所以可以这里溜过进去。它这是一个门呢，它这里门关，然后这里开 ，so 它里面是有那种 multifunction 的 toilet bowl。OK， 回来这里，然后这里呢是有那个 bathtub， and then 它这里可以开起来，这里你不用怕它会弄脏啊，或是弄湿那个地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里针这里冲好，你可以跳过来这里，然后这里再跳过去，跳来跳去就不会弄湿，然后这里。他们有一个很细心的地方，就是他有一个小凳子，这样开。So， 那老人家不能站久冲凉的时候就可以坐着，或者你帮小孩子冲凉，你也可以这样坐着。So， 他们是很有细心，有想到这一点。你们可以看他们有什么，他们有给我们 hand sanitizer。整罐 ，OK。然后还有该有的东西在这里。OK， 我还漏掉一点东西在这里哈，也可以我关一下灯。这里又可以开。都是可以开关，这里开是有那个浴袍可以挂你们的衣服还有鞋子，走进来这里呢，你看我是可以通过去厕所，然后又可以通过来这里，可是这个门可以隔开的，拜拜。这样子，对吧？还有，它这间呢，五星吗？它一星是可以给你们有那种烫斗，把烫斗收在那里，收在左边。OK， 它这里这样可以这样看。他们很善用他们的空间。可是我是不会用的啦，我都懒惰烫。OK 啊，你们喜欢烫衣的话，哎，它这里 view 的是走廊，我的东西来打马赛克一下。好，这呢，哈，他们有一个闹钟，闹钟可以是。放 USB 的 ，OK， 然后这里有四瓶那个水电的热网的 ，and then 这个厨开出来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，里面没有东西的 ，and then 它有这个茶。咖啡该有的都会有，它
他们的杯子像墙有四款，哎没有三款 ，sorry 我讲错，所有大瓶的，还有香槟的，还有这个可以装烧水的。OK， 下面是没有东西的，我帮你们检查了。OK， 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的 view， 啊，它的镜子也是，这里是它的窗还是镜子？我没有讲错啊。麻烦 video， 等一下帮我 add 一下我的 video 的 camera。这个是圆的，半椭圆的。然后这里有这个 L shape 的沙发。然后这里弯过去呢是有啊 KL Central 的 view， 叫我 camera man 帮我拍一下。你们应该没有看过那个啊 KL Central 的上面是怎样的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看起来是像蛮像飞机场这样子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这样的感觉。是大妹，最近那个 Hilton 有做了一个 staycation 的 promotion， 它的价钱是十分的吸引，当然我们也被它吸引到了，所以我们也来住地住地 Malaysia。是的，它的这里是 Lee Meridian 跟 Hilton 他们的 car park 是 combine 一起的，所以呢，即使他们的 car park 多大都好，也是不够位的。所以我们在那边找了很久，我们在那卡巴找位置都用了40分钟，然后由于是太多人了，找了40分钟过后，我们还要 check in， 也要等了半个小时以上，所以总共用了1个小时多，我们才可以 check in 到。对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啊，那个优惠，优惠的吸引力多么的好料啊！嗯，是非常抢手的。来这里，我要说他们的房间打扫是非常的干净，即使他们的是蛮有历史化的酒店，对，可是他们的还看起来还是蛮时尚的，而且也是打扫的非常高兴啊，干净，这是要值得称赞的。而且你看我介绍就知道了，它是蛮善用空间啊，而且蛮细心的地方。对，以这个价钱绝对是性价值比高。对，而且他们的地点很方便，就是可以给我们直接去到 KL Central， 然后也可以直接去步行就可以去搭地铁，是非常方便。对，这个我们还会再回来住的。是的，所以记得点击铃铃铛，还有按赞。好的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